谁害新厨被淘汰料理赛，杰瑞跟达棍抢决赛名额，但命运却被二叔搞得一塌糊涂。有人要来害新厨被淘汰。刚刚达棍师傅跟我讲说，你上美食节目这么多，应该蛮懂做菜的吧？我只哈哈哈了三声，他应该就知道意思了。还是要选择一下二厨，选哈哥好了。聪明，你就知道输不在你了，对不对？宴客指定菜，他也像一点豆来个碗，你要记得哦。大宝宝，不要再背了，两张纸水一趟是。谁会害我们的新厨被淘汰呢？你们如果不忙，先去对面好不好？新厨帮帮我！60秒之外再加60秒，还是再加30秒？知道60秒哈。六又等于30，所以4等于多少？16。哎，等等等，5、4、20、4、32。你们好精彩！喝完10杯苦茶，好会喝哦，口渴嘞。你是不是人啊？你是假的。超快速的合作赛，你要吃芒果，对，还有虾子拍背。哎，那是你开，这是我弄。刚刚就说是你开的，你瞎了。先厨帮帮我。优赛的时候，你看慢慢抓虾子。好，刚才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哎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时间多了。究竟杰瑞和达棍谁能进入决赛呢？你们正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谁害师傅被淘汰？新厨料理大赛。大家好，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的7点钟，三立都台30频道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我们的新厨年度新厨，三强鼎立的目前的状态呢，已经让唯一的女性同胞上去了。所以今天是两个男人的战争，有一个今天就要离开我们。没错啊，有人要来害新厨被淘汰。好惨！为什么不正向讲说谁让新谁让师傅晋级？晋级呀，对呀的被淘汰。哦，好，看看呢谁的压力比较大。欢迎许昭可、哈教员、曹雅文、郭宗佑，欢迎四位，欢迎四位。情侣装了，这个是真的耶，波西米亚风，是打歌服，打歌服，打歌服配着的，那个新专辑，新专辑，哎呀，怎么好意思？是是是，哎呦，专辑名称叫做 You Are My Only One， You Are My Only One， 这次听说是国台办是吧？哎，六国四台，里面有自己的创作吗？3首，陶伟文听说跟你合唱，对，他跟我合唱那首是重点，哦，就是主打歌，叫做主打歌，很久很久以前直接唱，现场就唱这一首，好。很久很久以前，这个 key 对吗？你继续唱，我可以，我会跟。曾爱过一张脸，最后却用是非，把世界漆成一片黑。很久以后，时间没模糊掉轮廓，心偶尔会痛。只希望听你说 I'm OK。 好好听啊，好好听哦，而且说唱就唱，挺好听，能够国台语双声带都双声道都唱得好的不多，哎，对不对？谢谢郭宗佑，一个值得期待的好声音，谢谢，谢谢，徐教授要宣传的是哈校园，好，要宣传哈校园，哈校园要宣传的是，我要宣传结婚吗？已婚，哎呦，哈校园结婚了，恭喜！希望大家的家庭幸福，演艺工作一切顺利，是吧？祝福大家，太棒了！不是要给你们压力，今天呢，谁害新厨被淘汰啊？两位帅哥型男在下面等着呢，看谁把对方淘汰了，而你们。就是那一根稻草。刚刚达坤师傅在后面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上美食节目这么多，应该蛮懂做菜的吧？我只哈哈哈了三声，他应该就知道意思了。人生唯一可以让阿基斯屌脏话的，就只有你。欢迎我们的两位新厨候选人 ，Jerry 达坤。真不帅，你们的压力太大了。两个帅的不要不要的，还是要选择一下二厨。好，猜拳决定，准备了，剪刀石头布，打棍。
变成二厨，你要选谁？那我选哈哥好了。你没有吓到他哎！因为我想要虎山行啊，你，因为我想要破先例啊。哎呦，你这个挑战太大了，真的不相信阿基斯吗？聪明，你就知道输不在你了，对不对？有借口了，要不是哈教友，我会输。表面准备第一阶段超快速的合作赛，来詹姆斯，请合作什么呢？腐乳高丽菜、芒果虾球，来这两道菜，请各就各位。高丽菜啊，切大概这样这么大。好，来这边呢，我们下一半进来，缩短带里充着气，然后把它咬咬，把它拌均蛋，然后要放塑胶袋吗？不要不要，我们不用放塑胶袋，我们直接用穿烫的。哦，穿烫的。对，够咸不错的，或者够甜，就再斟酌加盐跟糖，加米酒加糖，再加糖。下次不会，我们下次从另开。好，不断了。这边呢，我们下一块芒果块加沙拉，加一点点的芒芥末去打沙拉酱，是我们到后面要拌那个虾球的沙拉酱。等会我们那几块大的这个调好的沙拉酱，嗯，就直接挤挤在上面就对了。OK， 下去挤。好，面糊之后我们再裹粉，再挤沙拉。看来两队的做法好像有点不同哦。二叔们能够记熟步骤吗？两位新厨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嘞？谁害师傅被淘汰？谁呢？两边二厨注意了，我们再先做腐乳高丽菜，再做芒果虾球。嗯，求救的时候，这边是加秒大作战哦。六十秒之外再加六十秒，还是再加三十秒？你要有人来指导，还是有人帮忙做？对，还是甚至大展身手，多少时间都在后面的指令要求。就这样了。好，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们要出去是不是？不要回去就好了，要出去要拿第一道过来，好不好？十分钟计时，来，来，这个要跑起来，是不是？先做腐乳高丽菜，加油！右边先来。我记得曹雅文会做，曹雅文会做菜对不对？会，会，会一点，会一点。雅文会了，对，很棒哎。金库伯来哦，你要金库伯来啊，修琳娜，修琳娜，我开南疆，我的天啊！好，杰瑞哥啊，不能教，不能教，这边站着啊，好好好，就关爱他，看他不会太对，刚刚已经特训过了嘛，嗯，对啊，刚刚特训，高丽菜有大有小，用腐乳水先腌啊，哦，我的菜都拿得好好哦，比拿美工刀还利，很利落哦，嗯，雅文，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拿手菜哦，糖醋鱼吧，还有橙汁排骨什么之类的。哇，哎，这是手工菜，这难度都挺高的。因为妈妈喜欢吃啊，爸爸也很喜欢吃。爸爸喜欢吃甜甜的菜，嗯，所以你就会做给他们吃。对，哇，这是好媳妇哦。可以啦，要快哦，时间在走啊。嗯，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等一下，还有求救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先不要好了，先不要好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求救，先不要。来，我们到这边。好，高丽菜烫过了，好多油啊，太多油了，好紧张哦。这家炒菜面那么多人呢，你现在干嘛？你看家里应该常炒菜吧？我在家炒菜，但不会那么多人呢。还是我们先离开一下，可以吗？还是我们就看手机直播就好。徐教授开直播，你有看过的？有啊，有，每天要开火。这个爆香以后，葱跟蒜爆香以后，然后他开始迷失了，他迷失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放这个，放高丽菜块，哦，你刚好放盐巴吗？有，我放盐巴。校友，你的工作做完了，做完了，他做完了，他做完了。哎呦，哎，打棍你很会分配哦。没有，我们自己分配的。你要帮忙收东西。我们一切哦，最后。然后可以加，有的还要用啊，酱汁，都不要了，那个不要了，真的，不要了。它这还有一个什么芝麻酱还是什么都不用了，不用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那里面加了什么？这个豆腐乳跟米酒，还有一点糖。哦，他叫你可以帮忙试味道，酱油会把它吃光的，吃你，吃我。太淡了，可以，够了，够味道，够吗？再加一点，不要了啦，够了，对，你又没吃，那你吃，你刚不是说可以吗？你疯了，赶快，我煮出一盘泡菜，去，然后第二道，动作快啊，快攻，切，快攻，切什么？你要切那个芒果，对，还有虾子拍背，对，拍背你开啦，拍背不是拍背是你开，这个是我，拍背是你开，这个是我弄，刚刚就说是你开的，你瞎了。
你开是我，是你开，不会开背啊，怎么办？他不会开背，还是你开背好了。我怎么开背嘞？怪怪怪，我真的是我弄的。为什么嘛？你要不要求救？不行，现在不能求救，现在不能求救。其实你们先求救可以抢60秒的，不然就没有了。要不要求救？不够，不不不不，不要不要，是不是？不求救，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，拜拜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都走，都走。切完差不多就可以求救了吧？郭东勇，你是开过水果摊的。对，要买那个酱。要怪哦，我觉得该求救了。真的啦，求救了。我要求救了吗？求救求救求救求走，快快快！预备起。新竹帮帮我。来，等一下，你要选指导还是要帮忙做？当然是帮忙做。帮忙做，那你要30秒还是要60秒？60秒。哦，60秒被拿掉喽。刚好啊，两个人头脑聚精会神哦。好，不要眼睛不要眨哦。题目是：6+4=210，9+2=7，8+5=313，5+2=37，那7+6=多少？这好难哦。113。为什么是113？为什么？因为7+6=1，7+6=13，113，它上面是6+4=2，6+4=10，9+2=7，9+2=11。看懂了。对对对。没有错啊！没有错，没有错嘞。先是先前面先减了，后面是加的。对对对。如果对的话，他就可以帮你做。好，你好厉害哦！等一下做2分钟哎。啊，好，杰瑞哥，答对了没有？你知道刚才我一回头，你知道看到曹雅文的，好傻眼，不行，这我真的不行，数学我没有办法啦，没有办法。杰瑞哥太可怕，帮忙做60秒，然后自己再加量60秒的急救，2分钟准备，2分钟，计时了。哎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做完它，我们现在可以干嘛？我们现在。人家可以帮漂亮，这逻辑。你们可以做吗？想一想，可以。需要120。芒果下，芒果下，芒果下，几块？2块？3块？芒果下，两可以炸，两可以，应该够吗？多加点10秒。可以讲话吗？可以，都可以讲，都可以讲。可以，可以讲。教。悠哉的时候，你看，慢慢抓虾子。加油，时间很快就过喽。哎，小心，这个要吗？这个要下吗？下。2分钟其实还是很短，一点点就好了。这道菜是有陷阱。它有没有剪刀来着？用捏的。你切小一点，一点点就好。油很高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好。他的芒果要放多少啊？芒果放够吗？够。看有需要搅拌吗？一点哦。你真的很牛掰哎！转一点那个柠檬汁下去。下去吗？对啊。哎，快点哦，时间快到了。更夹的，更夹的。2分钟也是一下就到了啦。嗯。都叫很快哦。啊，然后就要帮。还有1分钟哦。要拿这个。快哦！好了没有？来帮我倒出来。虾是不是好了？再拿好水。对。好。上真好，哇！哦，这几乎都做完了，好，虾。芒果虾球我们做过，哎哦，虾球。你家那个酱里面是有什么？里面有沙拉、黄芥末，沙拉跟黄芥末，对，拌拌就好了耶。这个我先喝。好，芒果不是冷的吗？对。那切的葱花是要干嘛的呢？黄芥末有下上一道菜，有，还有留一点。对。5、4、3。等一下再上堂课吧。停，时间到。时间到了。退。谢。完成啊！哎，不要跑，剩下2分钟的时间了。走，要不要求救？求救！来，一起说，两倍七，新竹帮帮我！来这边，两个指导，一个帮忙做，一个大展身手。那大展身手啊！大展身手！大展身手！有很难吗？哦，来哦！哇，它只有一根火柴。每点一个蜡烛就加10秒，看一个火柴可以点几根蜡烛。手稳。这边上面有10个，哇，有100秒。不是手稳不稳，这是怕不怕烫。哦，好。对，速度要快。蜡烛会越烧，你可以。你怕不怕烫？谁要玩？我 OK。只用一根蜡烛，你能点亮几个？一个火柴点亮几个蜡烛？可是你的手太大，蜡烛对你而言太小，你很容易就会烧到手。
什么？所以要要不要小可爱点？是小可点会好一点。对，太大，真的，这会点我这很短、啊。而且妈妈都不怕烫。哎、欸，你来。我终于知道阿基斯为什么骂了。他光是弄个美乃滋，从头弄到尾，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。我。你自己说。我本来想，就是想狡辩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对，人大呆，狗大笨，你知道吧？可以，拿后面一点，拿后面一点，对，拿后面一点呢。来，预备，计时，开始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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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小心不要吹熄它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他可以的，他可以。对。哎，我们搞不好还超过一分钟。40秒了，40秒了。50秒，50秒了耶！哇，一分钟喽，哎，够了啦！60秒，70秒，哇，妈妈好厉害哦！80秒，没有在抽烟哦，没着，没着，刚才没着，这可以，哇，快烧到手了，哇，好强哦！100秒，不会吧？哇，切切切，好快！被你吹熄了，被你吹够了，90秒够了啦，你太大 ，OK， 90秒够了啦，好，他过关，两分半计时了，打过来了，好，帮洗一下锅子，好，洗锅子哦，有新的，后面有新的，新的，哦，有新的，好好，那我先抓，那就不洗了，对啊，哦，没有开火，快过来。你的火要不要开？啊，待会。因为他刚刚油温有点高，那真的是油温。两分半钟可是够了，够了。这油要掌控的很漂亮。嗯。太难了。哇！你们刚外面裹的东西加了些什么？加了盐巴，然后对，1/3的蛋，全蛋。蛋是我打的，全蛋液。但是你打的，好，你们出来了。Thank you。有有有有。那个芒果谁切的？还有芒果我切的。这么大，芒果会不会大，会太小？不会了，可以的。那我们稍微把它沥干。可以哈。那这边有帮我切了吧？那筷子是干净的。干净，干净，干净。真的好悠闲，好像在看示范。他没时间喽。这要干嘛？我刚才没有跟我们讲这个哎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时间多了。对。对。那我们就分个。让我们直接放进去的。对啊。加油！快点哦！时间在走哦。你该不会看到？他跟他刚刚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哎。两边做法完全不一样。对呀。这虾在油锅里面待久，它水分也会没有的。是啊，就这样。是这样，它酱很少哎。对啊，所以有热的芒果跟不热的，后面再淋，对不对？它在补酱。哇，漂亮的颜色哦！哇，好漂亮的什么？就这样，哦，那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耶！好哎，两边都完成了，耶！啊，你要端上桌，等你端，是是是是，上菜了，端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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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端，停，来上菜。两边乍看视觉上很像，很像。嗯，这边刚这边先来，大家先吃你们这边，然后再吃你们这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嗯，你酒加的很明显。嗯，酒加，那很明显。再尝这边，曹雅文弄的。嗯，都知道啊。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嗯，完全不一样。芒果虾球先吃这一边的，我的芒果真的很大力。对。比虾还大。杰瑞这边是酱一次拌到底的，然后达姑那边是用1/3的去拌，其他的淋在上面。我在想跟他的脆口度有差。这是我们的吗？来哦，这边的芒果有一半是加热，一半没有加热。它拌一拌挤一拌，它的湿度才会不会那么湿。两边不一样，准备举牌。获胜是一、二、三举牌。好，
手哎，会有个欣赏的地方。阿杰是为什么投到这边来？他这边的酱呢是表里一致的，芒果酱跟那个 mayonnaise 哈完全吻合在一起，很入味。那虾的味道也刚好，这边虾的味道稍咸一点点，而且你用淋的哈，芒果的部分酱没有渗透到里面来，啊，所以这边呢酥很多，这边盐很少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我就分数就给这边跑。詹姆斯有不同的想法，来，菜的部分我觉得各自表述吧，都还不错。那我会评选这边赢的原因，是因为，这边的酱很好，但是你吃到芒果，你会突然有一点会觉得，为什么热的东西里面会有一个冷的东西这么冷在里面？如果说刚才在拌的时候锅子属于热的状态下的话，芒果先下去润一下，那这边但我可能吃的那一块刚好是热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组合是对的。那这边觉得可惜。凉了一点，杯碎，恭喜！哎呦，今天竞争的非常激烈哦。对啊，客子丁菜，来，请揭晓。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做的宴客菜怎么样？来，请各位。鸡肉的部分去皮，去皮从中间这边。我接。来，这是动作一嘛，然后二。放香油，然后再调调味料，最后就剩炒。番茄酱一大汤匙，然后酱油一点豆奶肉，然后那个你要记得哦。炼油怎么炼？油下去加热，大概我们抓三十秒，味道闻到那个香气有出来。这一汤的两汤匙水，一汤匙这个，然后1.5的酱油，然后一汤匙糖，对对，然后一汤匙这个，对对对。葱白的部分呢，我们大概留一节的部分去爆。零的电油，然后这里就是哎，师傅切太多啊，好，对不对？未晋级的 Jerry 竟然也会不择手段了，而猛进步骤的哈笑远能帮达棍赢得好成绩吗？新厨挑战第二阶段准备要淘汰了，刚才的忘掉他，因为是平手，两边的二厨都表现得不错，好宝宝，哎，不要再背了，你在念大悲咒的，你在念什么？告诉大家你在念什么？这是很努力。好，你要念什么？一汤匙，两汤匙的水，一汤匙。大悲咒，我看一看啊，就在做晚课。这边忘了，快忘了，还要有求救啊！天哪，一样，两个指导，分别有30秒跟60秒，还有一个帮忙做30秒，一样完成后面的动作指示就可以了。好，做成宴会菜的宫保鸡丁，1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来，恭喜！不要理他们家，好，不要理他们。好，现在已经要忘了差不多了，两汤匙，水是2汤匙，对，边切要边。你为什么不用水那个先把那个弄呢？2汤匙冷水。而且你要不要先调啊？对啊，你先把你快一汤匙番茄酱，1.5汤匙的酱油，分，然后盐巴，没有盐巴，没有盐巴，汤，你先调吧，你就先弄嘛，你大家一定会搞混，你冲切完就忘，你绝对会搞混，谁会害我们的新厨被淘汰呢？到底是可以吧？都会太厚啊。你自己分哦，我要调这个了。你去死！一汤匙的番茄酱，3汤匙的水，是不是？盐巴1小匙，是不是？一汤匙你就抖了2下了，这两个。你现在4汤匙哎。哈笑远刚刚以为他一汤匙是这样。你在煮糖醋啊？轻一点。对他的 size 而言，这是一汤匙。你要尝味道。要抖了。哦。是加糖还是加盐？你们如果不忙，先去对面好不好？我们来这里是被赶。达棍，你不能在旁边一直慢慢达棍啊，不能这样。很想赢哈，达棍。我没有，都这样子啊，没有，但是不想输而已，不想输而已。大小不太一样。要修啊，你这个差很超啊，不太一样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像大小差的有点多。没关系，你看这个就太小。不是，这真的是大小差很多。好，那你还听他们的好了。哇，差不多太小。你这样到底熟成时间不同？对啊，有的会太硬，有的太软。大厨，你看着办哦。而且你有的没切开哦，它没有断。他故意的，有蝴蝶刀对不对？有蝴蝶，蝴蝶。早是做啊，能什么啊？你看我这个碗是我的，你很奇怪。早是做啊，哎呦，两个抢一个碗，我有很多碗，不要抢。太奇怪了！现在徐小哥，现在你要干嘛？我要，你要什么？香油，我要煸那个花椒油。哦，哎呦，他没有讲花椒油多少
哎，我找到一个，要不要求救？要不要求救？太早，太快了啦，30秒，剩下8分钟哦。要不要？要不要求救？求救，走了。吴一龙啊，吴一龙，来，不接了，走了，来，等你走。你花椒都下了吧？哼，辣椒也下了。然后两个葱段，葱就切这一两个，那其他葱不要切。等一下要用的。然后你现在干嘛？你的葱要不要继续切？调什么？葱。啊，锅中有，切葱，葱要不要继续切？葱是切这小颗的吗？这谁调的？我。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那个番茄酱跟乌醋，然后还有一点。番茄酱全下了，葱全下了。番茄酱跟乌醋是不是？就这样子。要有葱啊。对。宫保的调味还是有它精准的地方。当然了，还是有配比。对对。對我们两边一边是茄子炒鸡丁，一边是糖醋炒鸡丁。以我的经验值看，他们调味应该会是这个结果。切猪，这小段的就3公分就好了。对，调味会影响到最后的当然。应该可以的吧？这样子可以的吗？你觉得够了吗？你闻到香味吗？啊，骨头切，我觉得有一点啊。那一点够吗？要这么近闻？那可是我的葱又超会搭了，怎么办？还没有啦，剩下6分钟了，要不要求救了？要不要呼医生？你们感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有60秒，要不要把它抢下来？好，来了，1、2、3，新厨帮帮我。好的，两个指导，一个帮忙做，要哪一个？你选，我选哦。应该就抢60秒做还是指导？他已经有60秒了嘛，再指导60秒，那就2分钟嘞，差很多喽。嗯，你觉得呢？要指导，指导60秒哈，指导60秒，来，好，指导60秒。难道又不是数学题吧？哦，哇，又来，又是数学题，哎呦，来又没问题，是吗？9等于72，8等于56，7等于42，6又等于30，所以4等于多少？16。16，很帅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？9、8、72、8、7、56、7、6、42、6、5、30、4、4、16。哦，都是乘以50，就是乘法啦，是吧？4、4、16，8、7、6、5、4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6、6、5、30，4、4、16，8、7、6、5啦，哎，有五，8、7、6，等下，8、7、6、5、4、20、4、32、12。你们好精彩，我的天啊！确定十二啊？是吗？啊！差点被骗了！哇，你好聪明哦！差点被骗了！哎呀，恭喜团队！哇！大家学到指导60秒，谁呀？60秒，差点就挂了。来，可以指导60秒，你要先指导还是要先做？先指导吧。先指导，指导，指导，60秒指导，自己直接开始。要干嘛？来，油把它淋过去。可以，淋过去。好，那这个有加粉吗？玉米粉下去。有。再下，倒快点，要倒快点嘛，速度要加快哦，不然油太多怕香味会不够。嗯，真的，要怕会不够。对啊，好了，好了，然后赶快继续指导哦，他们怎么样？继续往下走哦。先加水这边，哎，调味料加水，加3匙的水，好不好？加3匙的水，然后加糖，还有米酒，酱油，3，好，可以。来，米酒，酱油，米酒要多少？酱油10，米酒10，时间在走，快哦，要加快哦，酱油2匙，哎，要快哦，来不及了，酱油2匙，哎，糖要多少？下半匙，半匙，然后这个酱料可以炒3份，会不会太少啊？我的酱好多，好，哎，那爆了，拌一拌，好，油温到喽，好，5秒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指导60秒结束，现在求救60秒，计时开始。快哦，快哦，快哦！这个葱是干嘛的？加的。做完。救世主。这一天要不要？刚才说吗？这个等一下是不要用快进哦！快进哦！快进哦！要不要开大火？要不要开大火？开小火可以哦。师傅加油！师傅都好不慌不忙哦。30秒。我那么快。哇！30秒了。小。很好。时间在走，快到喽。加吗？这个要加吗？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5秒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时间到。
生，最后淋上花生了，最后好，好来，隔壁走，炒完先把花生酱，好，要不要球球？我们都准备给师傅了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都好了，来，美琪，新厨帮帮我，指导三十秒还是帮忙做三十秒？帮忙做啦，帮忙做。你们为什么这边偷偷苦活？对啊，阿基斯都笑了，你觉得这是什么？那边都是数学，这边苦活。你不会是该是你报国的时候了哦。真的，三十秒钟之内，看好，喝完十杯苦茶。哦，那个可以吧？可以啦，大家都能可以两个一起喝啊。很苦啊，很苦。两个人一起喝是不是？来达成目标就可以了。十杯喝完十杯，十杯三十两个人，一个人五杯，一个人五杯。来计时，开始。哇哇哇哇哇，好快哦！不要晒人家快。他好会喝哦。过来多了，口渴了。几杯？几杯？十一杯。有十一杯啊。有啊，十一杯，手脚刹不住的，十一杯，十一杯，有没有十杯啊？哪里拿那么大的下杯啊？可是这个是你们可以的，如果是数学，你们可能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说的是，好，帮忙做三十秒，加上你的六十秒，你要先，你就一次九十秒，一次做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先开火吗？一共九十秒的求救，计时开始。加油！太扣了，谁等他赢了？你是不是人呐、啊？你是不是人、啊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人、啊？他们好会吵架。你老婆包容力相当的大哎！快吃！哎，你怎么比我姐还烦呢？你是不是人、啊？然后就拿一杯进来。比他姐姐还烦呢，你姐姐那么……花椒有这么纯哦？哦哦，哇，好苦啊！火要再大一点吗？哦，老师傅你要加油哎，师傅，你这样油够了哦。哦，师傅小心。帅呀，帅！加油！帅呀，帅呀，帅呀，帅！加油！加油！师傅，你一定要尝这个味道啊！它真的太像糖醋了。啊，你吃一下，你吃一下。太甜了，太甜了。他自己太甜了，怎么办？太甜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调。你们快没有时间了。你要不要开火？要不要开火？不要。你快没有时间了。你要不要先调的？你边调边说话好不好？给他拉手。还没有熟。对，因为他切的太大块。应该是精修吧。是，那你没先调味道哎，师傅你要调味道，哎，哇，师傅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快点快点，好什么？你要试一下味道，我要试味道。三十秒时间了，师傅你没有，师傅你不能调哦，不能调哦，加什么？你不能调，你不能调，要加一点，不能讲哦，也不能讲了，也不能讲了，哪个不能讲？哎呦，过来过来，好了可以，稍微大了哦，稍微大了哦。我的衣服了，我的衣服。衣服空起来是热的、啊。下课你要去哪？我幸好他下雨很高。哇！等一下。会太多吗？来，赶快炒，赶快炒，赶快炒，来，弄匀，弄匀就好。先炒茄子。还有什么没加的？要赶快加一加哦。怎么没加？葱绿，葱绿，葱绿。你要不要放下来啊？花生米，火好大。你自己炒看得到吗？花生全部吗？对，全部。有没有行个好包括关小一点呢？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停下哦。手可以放下，手可以放下来了，打工不能再说了。这个你觉得？直接走，来来来。吴炳仁师傅要示范一下宫保鸡丁宴会级的感受，怎么示范我就不懂。哦，看看它有什么差别。宴会级的宫保鸡丁，请看示范。好。那一开始其实你就刚两边的油，其实最重要还是这个花椒油的地方。所以比例的方式，其实它给你今天大约七分满的一个花椒粒，你就满这么多油。对，这样就够了。好，这样对，因为你多了，它的香气淡，出不来。对，就像用两汤匙的奶粉，你用一锅的水，那是怎么？嗯，那就变奶水，就不是奶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会稀释掉葱的部分，你就把它切成葱白部分，就把它切碎碎的，也是进来煸，那增加香气。那包括宫保的香气的油量，也是要。
这油这浓它的香气很重要啊，这边对宫保要就这个，就是要这个，嗯，其他的鸡肉抓腌都很简单，你油温掌握好，它有熟，怕没熟，嗯，就怕没熟，尤其是个头如果切太大，通常要有一点时间。鸡皮要，鸡皮你就放到你的油锅里面，葱段是下来，这个只是等一下要过鸡肉的，这都是小心油鸡啊，嗯，真的增加香气。这个进来，我会建议大家你在里面水，然后米酒也加在这边。哦，那鸡胸肉多点水，多点水。对，那这个部分你就先打水进去，它就会吸光，啊，鸡肉的嫩度就会更好。好香哦！来，不然就沥出来。胡椒粉，少量的胡椒粉进来，第一个去腥。盐巴的部分这边少许进来。不要太多，都先把味道、水分都先让它进来。嗯，叠一点香油，蛋粉，粉一定是最后下。对，玉米粉保护它，还有水包覆在里面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的女孩子的保湿是在。那好了之后，你再放油进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个第一个，你进来鸡肉，鸡肉进来油锅的时候，它也比较好散啊，就慢慢把它拉开。就把它拉开，好，现在温度就把它拉高，所以这边只要调整到它的八分熟，然后过去拌一拌，刚好熟成上。对，刚好熟成，好，油只能这么多，只有这么多。真的耶，好像比大概两汤匙而已，就是。对，其实你们发现你们炸过的鸡肉，其实它也是有油脂的，哦。下一半进来，辣椒一定要炒烹哦。宫保的元素是辣椒，一定要味道一定要够。很多人对干辣椒不了解，不知道它会烹，它要烹香气才有。好来，好香哦，味开了。一汤，大概中汤匙的蒜跟姜末是吧？蒜末姜末。对。再来番茄酱，一定要先下。一汤匙就够了。对，这个番茄酱是利用这些油去。把它煸红煸香，太特别了，油真的不用很多，酱油炝锅，糖的部分少许进来，再就是米酒，这么一点点，水分不够就补水分，来，这是万国归一统，好美的颜色哦，结合了，哎呦，哇，这时候你就是大火，漂亮，然后再放进来。污醋的部分起锅前点一点，点进来就好，炝锅，和这些油量都一样。哦，那现在里面干烧的时候，它的锅气香就出来了。嗯，因为颜色好漂亮啊。把锅进来，香油，好美哦。好的耶，漂亮，宫保鸡丁完成，漂亮，完成了。来，请上桌宴客喽！迫不及待来感受一下大家做出来的结果，绝对不一样啊！好嫩呐，鸡胸肉，里面的水分很足哎。刚才先做好了，这边先做好，先吃这边的，来。好像就会。踩了一点点，另外一边来花椒盐，好，徐小葛，哦，好不一样哦，紧张了，马上就知道谁害师傅被淘汰了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举牌。全部倒光，全部。天哪！啊，这是怎么说？其实两边鸡肉的嫩度都很高分，那落差在调味了。番茄酱除了调味以外，这一道菜呈现的颜色是琥珀红，酱油色为主，番茄酱为辅。番茄酱放多了，你味道就走偏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整个熟成以后跟老师炒的味道。相似度很够，所以为我们示范的吴秉承师傅做总结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如果刚刚那个酱的部分是下一半，后面再调整，可能酱油再补进去，哎，你可能
分数也会很高哦，整体性的味道就会偏，就炒出来了。对，你完全都是变成就是番茄酱的味道压太重，那这里反而变成它的油香味是够的，而且它煸的这些东西，而且锅气香又有底道，所以整体吃完之后，哎，这边的接近度是比较高的哦，所以大家都投给这里，3-0，恭喜杰瑞获胜，漂亮，恭喜。你这样子也跟傅兆龙平起平坐了、啊，哇，好大的菜，哇，哇哦，呀，平起平坐，颁奖，啊，谢谢杨文，我只跟你们，谢谢，终于恭喜啊，谢谢，衣服也好亮。双喜临门，除了赢得锅子呢，还要推出专辑啦。耶，我都有好好介绍下来。它是一张国语专辑，因为我上一张是台语专辑，所以有人会以为这张也是台语专辑。然后最重要的是有跟我的师姐合唱一个那个韩文歌曲改编的，叫《很久很久以前》。好，这张专辑哦，挟了这一次的成功，好，这次卖的非常好的成绩，好好好。好那郝小远 ，OK 的 ，OK 的，你真的又再一次的成长。也恭喜你，又有一次的这个借口。我们其实两个都不敢看到师傅的眼睛。我就是第一倒霉鬼。OK 的，俗成有理由的，对不对？恭喜进入到我们最后总决赛，好不好？再次给杰瑞哥鼓励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本台就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龙厨》。准备要看年度新厨是谁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型男食堂秋季豪华特餐美味上桌啦，程程玩游戏狂吃甜筒，对上唐松盛毫无招架之力，超崩溃。客群偶味，对用客家的福菜啊，带它的味道。蟹膏，蟹膏，曲蟹膏，哦，应该要剩一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。它是红鲟吗？哇哇，什么？哇，什么？好像哦。我要吃打他，就是你，谢谢谢谢，来我打死，没有打死你，是你，你们秒钟秒杀我，真的真的，明虾海胆鲜酥塔，台北，直接煎壳的部分哈，用焖的方式，海胆酱，哇，全下，抹上来，哦，白兰地下来，你那个白兰地有多的吗？太苦闷了，超胖哎。对，这一道再吃不到，真的只有买醉了。买醉是为了爱情不如意。韩国风味菜，唐唐吴师傅只有我吃得到，那是因为我不在、啊。这个被你激怒了，哎呦，吴师傅跟我的缘分是很深的，是还没选到的话，你今天真的就完了。陈哥能成功血耻击败唐崇生吗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